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全民。走了，出发走了，走了，我们现在去越南喽，出发！走走。要检查一下证件有没有带齐啊？哦，检查好了。对，检查一下证件有没有带齐。嗯。再检查一遍，万一到那里，然后不看他有拍下去。这个小娜啥就麻烦了。嗯，来看看一下，爸爸的出生证，出生证，我的，别快，别动，别动，动，护照、签证，护照，姐姐，对的，签证，你的护照，你的签证，对，结婚证，OK，等一下。这个不能忘，这个忘了就麻烦了。嗯，好，OK，走了，走了。我们现在去机场吧。好。等奶奶蛋蛋，等奶奶蛋蛋，外婆家有什么谁呀？啊，说啊。谁呀？哈哈哈哈哈。好。好。我的，我还有我的手表。鞋还没穿上。走啦。给奶奶穿鞋。出发啦！出发啦！明天你的大宝哭的，来，明天好吧？明天多多跟爸爸飞，妈妈明天在机场等你们，好不好？不要怎么不要？来看看，妈妈在拍视频，你看看，哭的，好，不哭了，那带着他去你里面看一看，好不好？好吧，然后我们出来，好吧？过了，真的是。西南机票啦，没多少人呢，是吧？嗯。啊，我估计是不是？估计是国外他们没去那么多，主要是回家过年的。拿好机票了，这是我们坐是越南航班的，越南国际航班的。因为走到是国际航班，对，国际航班提前两个小时要先过海关，好像都是要比国内的提前两个小时，不然来不及喽。拜拜姐姐，拜拜，好，拜拜，走啦，明天你们再走。我们已经挂好安检了，现在去找登记口就可以啦。这机场还有儿童玩的地方呢，等待上飞机的时候在这里玩。姐在看什么呀？看那里。看到什么东西啦？哦，我看到那么大一个飞机。是吧？等会我们坐这个飞机哦，的呀。坐什么颜色啊？什么颜色啊？你喜欢坐飞机吗？喜欢，我喜欢坐蓝色。啊，等会我们坐蓝色好不好？好。走吧，我们去登记吧，到时间了。走，回越南喽。我们已经坐上飞机啦。没什么人哦，人可少了，基本上都是外国人的。越南人我看很少，飞机现在才开始起飞，宝宝又睡着了，就感受不到坐飞机是什么感觉了。等会起来就下飞机了。从广州飞到河内只要一个半小时就到了。下飞机了，说越南你好，越南你好。现在去打车去酒店，我们终于出来了，看在外面的人等的家，他们的家人呢，好多。再等一下，我们就坐车去宾馆，好不好？嗯，这里刚才我刚出来，然后有那些人，他们就问要不要坐车嘛，然后我给他地址，就差不多1公里而已，然后我说是多少钱。
他就说70块钱呐、啊，就是20万越南盾。然后我说，我直接摇头。我在平台打的车才8块9块的，都不到10块。如果大家来越南旅游呢，春节大家来越南旅游，那么记得下载越南的那两个，我会放在这里啊。这两个APP 是用来打车的，就不要被别人坑了啊！记住啊。到了，到这个酒店就是离机场是很近的，不到1公里。来一份越南烤肉粉。我们去吃饭回来了，买了点零食吃，吃完就去洗澡睡觉喽。今天的视频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下期见喽，拜拜。